前两天贵，现在的天是28、30，这两天是25，天气不好，啊，下子容量小了，就是这两天的天气问题，下雨啥子多了，卖不动这便宜，要的人少。就是今天便宜，昨天还有贵，跟天气有关。它慢慢的又都便宜了，现在就不会涨了，它是越来越便宜了，货多了的。